大家好，我是邱东贤，Apache Flink Committer，现任职于腾讯数据平台部实时护仓组。本次分享的议题是 Flink 作业的稳定性优化实践，将介绍我们在 Flink 稳定性上的一些工作。本次分享将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介绍 Flink 在腾讯的应用；二、将介绍 Flink 的稳定性；三、将具体介绍我们对稳定性的一些具体优化实践；四、对本次分享的一个总结以及展望。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Flink 在腾讯的应用。我们来看一下 Flink 以及 Flink 的一站式管理平台 Oceans。Oceans 是 Flink 作业的一站式管理平台，包括作业的开发、配置、运维以及监控等。Oceans 提供不同类型的作业开发，包括架、SQL、跨步，用架作业给用户更高的自由度，同时对作业对用户的要求也更高。SQL 允许用户使用 SQL 进行作业的开发，而跨步作业则允许用户在页面上进行拖拽式开发。用户开发完成之后进行部署。部署作业运行在 YAML 或者 KBS 上，从上游的 MQ 进行消费，经过 Flink 进行处理，写到下游的 MQ、OLAP 以及 Online Service。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内部的典型一些场景。这是我们内部某业务的使用 Flink 处理的典型场景，主要是用于营销分析、运营监控和产品改进。使用 Flink 进行实时处理，帮业务在图像方面进行更好的进行迭代，从而实现更好的实现业务目标。这是我们内部另外两个典型的场景，左侧是模型训练相关的，包括实时特征处理以及实时的模型训练。模型的更新时效性会影响模型的效果。因此，实时的特征处理以及实时的样本训练，会对模型的效果有很好的提升。而右侧则是业务使用 Flink 进行处理之后，将相关数据写到外围系统中，供用户查看使用。然后，我们内部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典型场景，这里就不一一进行介绍。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Flink 的稳定性。首先，我们介绍 Flink 作业运行之后所涉及到一些节点以及相关的通信。我们看到一个 Flink 作业，首先会运行在 YAML 或者 KBS 等资源管理平台上，会有一个 master 节点负责管控整个作业，有多个 worker 节点。负责执行具体的业务逻辑，同时会有一个 zookeeper 节点，会用于保存作业的 HA 相关信息，有 HDFS 等分布式文件系统用于存储 checkpoint 相关信息，供失败后进行恢复。同时，我 master 和 worker 节点之间会有心跳，相互感知对方的存在。Master 和 Worker 均会与 ZK 建立连接。Master 与 ZK 的连接主要用于发布和订阅 Active Master 相关信息，而 Worker 节点与 ZK 的连接主要用于订阅 ZK 相关的信息。通过该图以及相的节点以及相关的连接，我们知道影响 Flink 作业稳定性可以分为如下的一些方面。首先，对于第三方系统，包括 YAML、KBS 等资源管理平台，主要是由具体的 task many 数集群的 container 或者 pod 数量，以及 container 或者 pod 资源使用情况等，会有相互影响。另外，就对于 HDF 来说，HDF 的存储量以及保护模式会对 HDF 的性能等会有相关的影响，从而反映到 Flink 作业的一个稳定性。zookeeper 集群的连接数
会影响到 Zookeeper 集群的稳定性，从而反映到作影响 Flink 作业的稳定性。而对于 Flink 作业本身来说，主要影响稳定性主要会有两个方面：第一，控制链路，包括 Mother 和 Worker 的通信，以及 Checkpoint 的那个流程；第二，数据链路，包括数据的热点、晚压及 Flink 和用户的逻辑异常等等。通过上面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将具体介绍一个在 Flink 稳定性优化的一些实践。我们把 Flink 的稳定性保障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减少故障；第二，降低影响；第三，快速的恢复和发现。其中，减少故障主要是尽量的避免故障的发生。我们会主要有优化 Zookeeper HA 的协议，用于减少 Zookeeper 的连接数；Checkpoint 小文件合并主要是优化 HDFS 上文件数量。而降低影响来说，主要分为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空间上，我们会有无损的 Mother Firewall，也就是说 Mother Firewall 过程中 task 不影响 task 的实际执行。而有损单点重启，则是说task fail 之后，仅影响自己，不影响其他的 task。时间上则会有作业的启动加速，在 fail 之后能尽快的恢复回来，快速的发现和恢复。我们则会有一套自动诊断系统，用于诊断相关的异常，并给出相关的建议。其中 Checkpoint 小文件合并可以参考 Flink 社区11937这个 issue 上有相关的设计文档以及一个可用的 PR，这里就不进行详细介绍。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减少故障的优化 Zookeeper HA 协议。首先，我们将 Master 节点以及 Worker 节点和 ZK 单独拿出来之后，看到它们的连接情况如下所示。Master 节点与 ZK 会有连接，Worker 节点与 ZK 也会有连接。Master 与 ZK 的连接主要用于发布和订阅 Active Master 相关信息。Worker 节点主要是在于 Worker 刚启动初期以及 Active Master 切换之后获取 Master 相关的信息。在实际的作业运行过程中，Worker 节点与 Zookeeper 实际上可以不建立连接。因此，我们希望整个的 HA 相关与 ZK 的连接优化为右图所示，仅 Master 与 ZK 建立连接，Worker 节点与 ZK 不建立连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 Master Firewall 过后正常恢复作业。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整一次 master firewall 过程中如何进行作业恢复。首先，master 发生 fail，作业会启动新的 master，而新的 master 会将相关的信息写到 zookeeper 上。此时，worker 节点还与旧的 master 建立了连接，而 worker 节点与 master 旧的 master 的连接由新跳槽时发现。此发现之后，worker 节点再次尝试去 zookeeper 获取新的 active master 相关信息。在获取到新的 active master 信息之后，会尝试与新的 master 节点建立连接。建立连接完成之后，会再次断开与 zookeeper 的连接。此时会整个作业恢复完成。从我们实际的效果来看，某集群上线该功能之后，与 ZK 的相关连接从20000多降为500多，效果非常明显，大大降低了 ZK 的连接压力，从而增加了 Flink 作业的稳定性。接下来我们来看减少故障之无损 Master Firewall。首先，我们来
重新看一下 master fail 的整个过程。首先是 master 发生 fail，由资源管理平台重新启动一个新的 master。此时，新的 master 会从 ZK 获取执行计划以及检查点信息，然后再次从 HDFS 上恢复检查点源数据信息，会再次重新部署 task。部署 task 之后，task 会从 HDFS 上恢复检查点信息。至此，整个过程我完成。而在 master fail 过程中，task 会被取消，并且重新部署。我们知道一个作业的运行，master 仅负责管控。如果在 master fail 过程中，task 没有发生 fail，实际上是可以不被取消掉，也就是说继续运行，不影响实际的数据断流时间。因此，我们希望的是说，将 master fail 从右上图优化为右下图。以现在来说，master fail 会启动一个新的 master，同时会取消掉之前的 task，部署新的 task。那我们希望的是说，master 节点启动一个新的 master 节点，同时 task 节点不会被取消，再次部署，也就是说不影响实际的 task 运行，从而减少数据的断流时间。接下来，我们详细介绍 master failover 的整个流程。首先，master fail 之后，会由资源管理平台重新启动一个新的 master，然后会从 ZK 上获取相关的信息。由于 master 发现 ZK 上已经存在相关的执行图信息，因此 master 知道当前是发生了 master failover。也就是说，master 会将自己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 reconciling，并启动一个超时 timer，避免整个 master failover 无法在固定时间恢复，作业无法正常的作业一直 hang 住。此时，work 节点与旧的 master 还建立连接，由于 work 节点和新的 master。和旧 master 建立连接，通过心跳超时感知到旧 master 已经退出，因此会再次与从 ZK 上获取到新 master 相关的节点信息。获取到新相关信息之后，work 节点会将自己的相关的task 信息和自己的 TM 相关信息汇报给 master 节点。此时，master 节点会重新恢复整个执行图的信息，至此，整个状态恢复完成。在整个过程中，task 不会被取消、再次调度，因此不会有数据的断流。从我们实际的业务使用来说，整个的数据断流时间将从90秒左右降为零，会大大的优化业务的使用体验。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降低影响值有损单点重启。我们前面介绍了 master failover，现在来介绍 task failover。我们刚看到 task failover 的流程是 task fail 之后，由 master 感知 task fail，从 ZK 获取相关的检查点源数据信息，并从 HDFS 上获取到检查点源数据，进行恢复。此时，master 在进行恢复相关的 task，而 task 是 fail task 所连接的所有 task。一般来说，大部分作业会有一些 OR 的连接，所以会退化为全局重启。但是在部分业务上来说，他们希望的是说数据不断流，能容易忍部分的数据丢失，因此希望仅恢复失败的 task，而不影响其他的 task。而在 Flink 实现单 task failover 的过程中，
会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是，Flink 对网络传输做了大量的优化，对网络的连接的重置会变得比较困难。这里面主要是说，第一，Flink 的传输是基于 buffer 而非 record，那也就是说，单 record 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 buffer 之间。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导致序列化、反序列化的异常。另外，Flink 网络传输中存在反压机制，如何避免 task 由于反压导致无法响应网络请求，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会详细描述 task 单 task forward 的整个流程。首先是 task 发生 fail 之后，上下游可能感知到该异常。当上游感知到异常的时候，会将相应的网络管道置为挂起状态，而下游则直接忽略该状态。第二步，master 感知到该 task fail 之后，会主动去重置上游的所有管道，而先把上游的所有管道进行挂起状态。第三步，重新调度新的 task。调度完成之后，新的 task 会与上游重新建立连接。重新建立连接之后，上游的管道进行恢复。第四步，新的 task 会通过 master 把相关的信息发给下游 task，下游 task 会重新与新的 task 建立连接。此时，整个恢复过程就结束了。首先，我们能看到，不开启单点重启的情况下，全局 forward 的 task 力度，整个作业的吞吐如上所示。不同的 task 发生 fail 会影响所有的 task 的一个处理吞吐情况，也就是说会出现很多毛刺啊。中间则是开启了单点重启之后，仅影响有问题的这个 task。其他的 task 处理能力不受影响。另外，最下图我们则以作业力度来看，无故障的情况下、开启单点重启的情况下，以及全局重启的情况下，整体作业的吞吐如下图所示。我们看到单点重启能明显的优于全局重启。另外，从我们的某业务上，是具体使用效果来看。业务感知到的断流时间，由开启单点重启之后，由原来的138秒降为零，大大的优化了业务的体验效果。接下来我们看快速恢复。首先我们看一下某测试流程，task 故障恢复的某作业的 task 恢复流程。首先，master 会感知到 task fail 之后，会重新进行资源的申请。该地方测试的是说有 task manager 的退出，因此会需要重新去申请资源。申请资源之后，会重新进行部署所有的 task。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主要的瓶颈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Master 主线程需要处理大量的 task 阶段启动的 RPC。第二，task manager 需要拉取文件，而拉取文件会比较慢。第三，task manager 需要及时的申请。针对如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针对 master 主线程需要处理大量 RPC 的方式，我们优化了整个分布式的协议。去除了不必要的 RPC 请求，而针对拉取文件慢的情况下，在样上我们通过合并架包以及一调整架的一些可见性来优化整个的耗时，而对于 KPS 环境下，我们则通过使用镜像预热的方式减少文件拉取的时间。对于 Task Manager 需要及时申请的情况，则允许额外的备份。一部分 Task Manager 避免故障时才去申请。
通过如上优化，我们能看到整个的故障恢复时间从原来的200秒降为后来的48秒，整个优化效果会非常明显。接下来我们看如何快速的感知问题，并且进行问题分析和提示，给用户进行具体的指引。首先，对于一个作业发生异常之后，一般的流程如下所示：用户收到告警，之后，我会尝试去查看日志、指标等等，进行人工处理。而这个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日志指标不够，或者可能会缺少一些上下文信息，或者是说需要在多个系统之间来回进行跳转。另外，耗时耗力，流程繁琐。比如说，当某用户收到 Task Manager Heartbeat Timeout 的异常之后，他需要去检测 TM 的 GC 情况、JM 的 GC 情况、Task Manager 是否有异常退出，然后是否有节点的异常等等一些异常，需要逐个进行排查验证，耗时耗力。另外，对于 Checkpoint 超时的问题，用户需要去检查 source 的 snapshot lock 是否正常，Barry 对齐是否正常，然后 checkpoint 的同步阶段是否正常，异步阶段是否正常，还有就是 task 主线程是否过于繁忙，而无法处理 snapshot，这整个的过程会非常繁琐，对用户也要求也相对较高，用户需要了解 Flink 的整个一些生命周期以及内部的一些概念等等。因此，我们提供了一套诊断系统，诊断系统会包括日志、指标以及我们自己开发的一套 Trace 系统。该 Trace 系统主要是用于记录作业的一些事件性相关信息，我们结合日志、指标、trace 以及第三方系统，针对具体的异常，能够及时、快速地得出相应的结论。比如说，heartbeat timeout，当我们感知到 heartbeat timeout 的时候，通过系统逐一去排查、验证，发现哦，原来是因为 load loss 导致的。而 checkpoint expired 的告警，我们则同样的流程发现，原来是因为某并发反压导致了 Barry 堆起慢，同时可以把相应的信息推送给用户，给用户具体的优化建议。另外，对于 load loss 相关的信息，如果影响的作业多，同时也作为平台方也能够提前感知并同步给相关的业务。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次分享的相关内容。首先，我们对于 Flink 稳定性保障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从减少故障、降低影响和快速发现恢复三个方面。而减少故障中，我们则会有优化 Zookeeper HA 相关的协议、Checkpoint 小文件合并；而降低影响中，则会有空间和时间上的两个。空间上，则主要是会有无损 master firewall 和有损的单点重启，时间上则会有作业启动加速。而快速恢复和发现来说，主要会有一个自动诊断系统。而对于做这些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能实现无损的单点重启，因为对于某些用户来说，他既希望能够减少影响，同时对数据的完整性也会有一定的要求。而在时间上，我们则希望能够优化大状态下的作业恢复。现在，对于某些业务来说，
作业的状态量会非常大。同时，作业状态量大的时候，作业恢复过程会非常耗时。不仅仅在于作业修改并发的阶段，作业不修改并发的情况下也会比较耗时。因此，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优化作业的恢复耗时。而对于快速发现和诊断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完整自动诊断系统，以及能够对用户相关系作业的异常能够自动的进行恢复，仅同步用户相关的信息，而不需要用户介入，或者说仅用户需要确认即可。好，本次分享到此结束，谢谢。